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本期的《精武辽宁》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富强。《功夫熊猫》这部影片，我想大家都看过，在我们片子当中呢，盖世武侠之一螳螂，大家也是非常的喜欢。他在我们影片当中究竟是使用什么样的招法呢？对，没错，就是螳螂拳。刚才啊，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从我们影片当中所认识的螳螂拳，那到底什么样才是我们真正的螳螂拳呢？螳螂拳是中国传统武术的优秀拳种之一，分为南派和北派。螳螂拳源流有序，拳理明晰，风格独特，自称体系。它是模仿昆虫螳螂所演变的一种武术技术。螳螂拳的特色是手呈三弯，肩膀、手肘、手腕，攻击时身体昂起，所以进和退一般较快。快、狠、准。霍瑞廷自幼受家父影响学习武术，19岁拜著名的武术名家王庆斋先生为师，习练螳螂拳、清平剑、断门枪及其他器械，终生研究螳螂拳械。目前的有关文献的记载，它应该是在明末清初在民间广泛的传播开来，有这么几大流派，有梅花螳螂拳，有七星螳螂拳，有六合螳螂拳，有少林螳螂拳，也叫通背螳螂拳。我的老师先后拜了4位老师，最后两位老师呢都是螳螂拳的大师级的人物。七星螳螂拳一脉经伏居传至生肖道人，生肖道人传著名螳螂拳家李志健，李志健首传山东福山人王永春后，再传山东安丘人王少飞。少林螳螂拳经伏居传至北京白云观道长严外修，严外修承其衣钵传至恩善吉，后有沧县城东大白头村杨俊普学得全部螳螂拳技艺，再经其弟子孙之普传其子孙孙文博。作为中国武术的一个重要的拳种，它传入辽宁，传入沈阳，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了。孙文博先生是螳螂拳大师，他的手指功力是特别突出，米粒大的铁砂一捻就成像面粉状。王少飞先生也是中国武术界一代宗师，他可以一沾手，加上他的眼神的震慑力，加上他的手快、步伐的快，对方就会倒地了，所以他就有草上飞之称。我的师父王庆斋先生先后跟王少飞先生学七星螳螂拳，跟孙文博先生学少林螳螂拳，完整地继承了他们的技艺。七星螳螂拳呢，开始的时候是在山东、烟台、青岛这个范畴内传播，后来呢，有的人把它带到了大连，一直到东北三省。螳螂拳的手型和别的拳略有不同，比如说它的勾手30勾，它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它讲叫击如射箭，收如火烧。螳螂拳讲勾搂踩挂，1、2、3、4，瞬间产生了勾丝裸带，一定是1、2、3、4这么走，起来就走了，瞬间啊，我踩拿住你，我再用其他的手法把你的眼睛，把你的喉咙，是吧，二龙吐须、白虎洗脸，都是往你的脸上、往你要害上打的，叫你瞬间就叫你失去反抗能力。原来我们螳螂拳有这么多的门道和学问啊，这看似简单的一招一式，就是我们在平常练武的时候也是在锻炼一个人的性格一样，从而使我们武术的文化内涵也逐渐地渗透了进去。
就是在1982年，全民都在练习武术的时候，演少林寺的时候，老师在外边，这个也是作为沈阳的一个著名拳种的老师，在传播螳螂拳的时候，是由我在那里，在教。练武的一个最深的体会，一定要勤，一个是学习要勤，自己练习要勤，别人练一遍，你可能练五遍、练十遍、练二十遍。80年代的时候，武术的影响力还是非常之大，习武的人也非常多。但是随着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变化，对武术的冲击确实是很大的。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传承人，我们有这种责任，把我们祖先编创出来的这种有益于民族健康发展的这种好的技术，我们有必要传承。螳螂拳是我们中国武术流派当中最为古老的拳种之一，在传播的过程当中也随之产生了众多的武术门派。在几千年的武术传播当中，这其中隐藏着很多有趣的故事。了解更多精彩的武术内容，欢迎收看我们下期节目。